出 AP 的话就算大金。新装备改版之后就相当于看一下，到时候狂风的出装就是能出，就一般出狂风的 AD。 我觉得他抢了 buff 就该走了呀，我们这线还推成这样子。我的线是我没有那种 B 出狂风的，好像就沃菲流斯感觉 B 出狂风。他抢了 buff 走了就可以。愤怒与我没有意义，只是一道不断溃烂的伤口而已。他要进我们下一局，别去。就不想，这设计师不想让人出狂风的话，就感觉存在的意义就很那个。啊！这被辅助单杀了，人才呀、啊！也不是女警开脸，这女警的话还好。他在门口叫，但是我现在又不能去开门让他进来，怎么办？混了吧！出不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出不了狂风，那厄斐琉斯就只能舍弃这个位移。我喊了他一次他不叫了，我抓他进来先揍他一顿，太嚣张了，这个跑不掉。路程感觉要没了呀，我们去韩服偷吃。现在韩服已经改版了吗？我听说好像是已经改版了。我用 W 把他的盾打掉了，然后他被勾过来。贴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他不打我的 W， 其实我硬伤害能把他灌死。啊、还有一个渡层，我操，加一个渡层。这老牛被我 A 麻了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比我身上还要死。那个你想干什么？跟你舌头出来就不打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有点嚣张了啊，他闪现 Q 我，等下把我撞回去可能顶不住。想干什么你那个？喂不饱野兽的话你就是食物了。感谢刀哥的小鬼飞机，谢谢谢谢。粘人不知道为什么。Killing spree。你太给你了。说你没事过来打我干什么？想干嘛？超妞，这样就把自己的烂牛肉给送了。你再抖一下，我的车都给你抖没了。无尽盾弓收集者，
无尽盾弓收集者，我感觉你出了无尽之后就不用做收集者了。收集者这个装备哦，你们说下个版本收集者是加强了，但是我个人还觉得，我靠，什么意思？真的是，我只要把你越了，我跟你说，哎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又没了，又没了。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还有你。想干嘛呀？萨摩耶嘛，萨摩耶感觉不是特别好。我看我朋友养的是萨摩耶，我叠了一下牛，那什么意思？带不起了，那就换一只。就纯可以出纯攻击力，因为你能通过你的狂风去找机会，知道吧？能通过你的狂风去找机会。所以说攻速对于厄斐琉来讲，这个版本是完全没有太大必要，除非说你是那种阵容需要，需要你的火炮，需要你的那个。我觉得九级这样子就可以，九级的时候这个装备这样子，大雨更丢不了了。两个兵还是不能漏的，我靠！老是开一，这是上把的猫嘛？我跑对面玩 AD 去了。那么他辅助我们下路直接坐大牢，防备装。我第三剑不有时候不喜欢做海妖的，觉得这样子进化其实就够了，这样子。哎，打狗快放，放个金币，再不放的话没时间了。再放慢一些，这个塔都要被我 A 没了。对我的伤害是一无所知。我现在是，我觉得第三天去转 A， 打不了 A 就 A 再 A 一下。我在这里回家看弹幕，都有人给我送人头好了，这样子转 AP， 昨天那把说不定可以，那把有点可惜。哦，这个牛肉。这八破狼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时出海妖的话，第四剑去做什么都大清局嘛，感觉挺多余。就第三件出纳什之牙，然后转 AP 还好一点。不想出 AP 的话，就转不大金。你想走？对不起。他还想溜我，我是为了狩猎而来，因为也是靠平 A 打出多的，这个电浆打满第五下很夸张啊，这个头。
W 不下，他不走这 R W 真秒死。不红，他直接走了。我刚想 R W 的，然后被他跑了。兄弟，只能说你退了退早了一点。他再退晚一点点，我直接 R W 他死了。贴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我吧，打了278，虽然伤害不是很高，但是上单已经0-8了，这假的，8，好真实。刚刚差点抹了。好轻啊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。才200多，如果是不是负 W 的话，负 W 的话感觉输出会高一点，一个 W 在4-5